手巾。手巾？这不就在你面前吗？你是侍女，我自己来拿，还要你做什么？双手呈给我。低头。太低了，抬起来些。王爷，我第三节筋骨都快断了。起来，脊骨立直，将毛巾托于双手掌骨上，手肘下沉微曲，腕骨抬至于锁骨齐平，颈骨第六七节立直，自第五节至第一节向前屈，微收合骨。让你动了吗？记住这个姿势了？记住了，每块骨头在哪我都记住了。放回去。哦。要回答是。是。左右手相叠，右腿后撤，然后蹲下。好，起来吧。放肆！你这怎么一点疤痕都没有啊？你们受过伤吗？什么伤？箭伤，长约两寸余，深可见骨，伤愈后还有一道细如墨线的疤。没有。难道真的不是玉面盘棺吗？你说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不过你的身上好白啊，书上说的肤如凝脂。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吧。够了，跟我走。